他依旧藏不住手臂结实的肌肉线条，加上深邃的五官，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讨论。不少人也都好奇，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猛男和尚？ 而经过网友肉搜，发现这名帅气僧侣其实是一名健身模特，名叫 James。身高186公分的他，还和可爱小沙弥一起合照。只是 James 为何会落法为僧，是因为根据泰国当地法令规定，成年人必须要到寺庙修行一段时间，因此也才有机会拍下这些猛男僧侣照。 而如今 James 已经结束了修行，还俗之后的他依旧保持最爱的健身运动，他也不吝啬在自己的 IG 上 po 出苦练已久的好身材。而他的 IG 目前也累积将近200,000名粉丝追踪，但不少网友却认为，比起还俗之后的造型，光头的他还是比较帅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